大围驿出口右转，向美林村行大约20分钟到达。上世纪60、70年代，四大探长在香港掀起了一股风潮，成为当时的权倾一时的人物。其中吕岳是其中一位探长，并被提升为港岛区总探长。他在现今的大围大埔公路沙田段附近购地，兴建了一座仿古风格的私人度假别墅，名为博雅山庄。博雅山庄于1973年春季完工，正门的门楼上横匾刻有“癸丑春腊”4个字。此外，除了门楼上的横匾外，屋顶上还刻有一个写有“卫宾城”的横匾，因此这个地方也被称为“卫宾城”。别墅的气派可从前方的拱门和对联感受到，莆田细泽，渭水加星，这对联映照着别墅的壮丽景色。别墅拥有2层高的主楼，还有一个祠堂和凉亭，以及一个供奉汉白玉石观音像的巨型假山。然而目前只有门楼和一小段大理围墙得以保留。博雅山庄仅仅建成3年后，华探长吕岳于1976年因为贪污问题而被廉政公署通缉。博雅山庄的土地和建筑物随后被香港国际酒楼集团接手。在改装后，这里运营了10年的古色古香的园林式中国酒楼，经营期间为1977年至1987年。
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《香港背包》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